界人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是洛城的警员，崔西肯，有我在这里，你们不用怕。那边的那位，出来吧。你们先走，穿过树林有条小溪，在那里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崔西警官负责保护探索组的安全。OK。不要太过分。Emotional damage。明白了，我去试试。小心啊，崔西警官。Hello there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。看什么？没见过美女吗？我也只剩三发子弹，猎得焦火。B 组被发现了吗？ Fuck， 敌人竟然有那么强的火力。再重复一次，一个停下，小心投降。千万不要和安德烈单独相处。放其他人呢？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这些事情可以先起身再说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都把音乐干。自从来到这里，枪的准心一直都有问题，不然我早就干掉安德烈那家伙了。是谁动过我的枪？你怕我？弱小的人天生就……有人。